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半，调理龙慕兰花系主理现代豪侠传，客家佬牛精文烟鸡大咪啤梨，你两个人质被他们的政府遗弃，如果有哪个肯出钱换他们的自由，就打这个 Telegram number。事隔两个月，伊斯兰国 IS 今年九月在他旗下的一本杂志刊登海报，要将这个中国和挪威人质出售，要求赎金。其中范京辉是来自北京自由身顾问，做过广告。这个挪威男人就在一月那时在叙利亚被擒，当时杂志没有讲 IS 是怎样捉到他们，也都没有讲明赎金的银码和最后期限。直至星期三的最新一期入面刊登了两个人质遇害的相，还标示被异教徒国家和组织离弃后遭处决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证实范京辉被 IS 绑架并且残忍杀害。洪磊说，范京辉被绑架之后，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很牵挂他的安危，有关部门设法展开营救工作，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底线，中国政府对暴行予以强烈谴责，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。好，回来、okay. 是第四次的现代合专，我是啤梨四海燕鸡客家佬。涉及人的生命呢，我们真的不想明白应该笑，但我真的忍不住笑，屌你老母就是。好，终于我们被人绑了两个月，什么东犯啊，那个范京辉、范京辉，唉，咁啊，即系唯有来生不做中国人啦，你仲可以点捻样嘅？咁你话挪威人有乜样死？嗱，咁讲，俾人捉捻咗，作为一个国家，你冇理由向啲恐怖分子低头俾钱去嘅。咁但系咧，既然我哋强国崛起，你嗰仲系以前屌你八国联军冚家铲，屌你咩欺我？奸人老赖，屌唔系啊，欺我屌你老母，欺我中华，欺我中华，屌你！而家我哋大国崛起勃起咧，直情屌你老母臭閪！殺我一人如殺我父啊！屌你老母！如果你係有，仲係叫有中國兩個字，你仲當自己係人啊？唔好話中國人，你唔撚還當嘅，你就係冚家產之中嘅冚家產，所以做中國人就係賤，中國就係賤種。屌你講撚完啦！我哋成為中國人就係賤咁樣啫嘛！你試下，屌你老母臭閪！喂，閪閪你啊！法國佬俾人炸撚完啦，第二日啊，屌見又好留又好啦，屌你係唔係撚係都出去肥下？你老母屁都唔夠膽放一個。強烈譴責，一定要將犯罪者繩之於法。警訊，用呢啲字係幾撚閪啊！犯罪者繩之於法，佢到到呢一刻啊，去譴責恐怖組織犯罪者，佢都唔撚屌伊斯蘭國啊嘛！咪喺度領報緊嘢。屌你老母！到你俾人哋刮翻人，佢之前嗰啲社論仲話你喂伊斯蘭國又起學校噶。屌你老母，又起又起就又派飯俾老人家噶，唔好話咁殘忍啊！唔係信西方傳媒啦。係啦，總言之咧，就而家就話評論佢哋係一個恐怖組織，似乎言之過早。言之過早，屌你媽係幾個月前嘅社論嚟嘅《人民日報》。屌你老母臭閪！而家殺埋啲人，你都唔響佢躲。屌你老母，你咪賤種咯！所以台灣人真係 OK。屌你媽，得翻3% 嘅年輕人仲承認自己係中國人。如果喺我在有生之年，我希望我能夠足以長壽啦，因為咧，本來我覺得後生嗰班就一定會唔認啦，但我見到當我見到咩林博啊、咩林作啊，即係咁撚多，屌你咁李子敬啊，屌你咪屌咁後生細仔讀撚完書翻嚟加入自由黨，加入自由黨雙人黨唔係問題，講埋嗰啲閪話，咁啊結果俾阿婆一句閪門咁搞撚掂。好，我哋唔好講嗰啲先，其實我係想講下咧，其實點解嗱，法國究竟有咩問題咧？嗱，法國其實好明顯啊，今次就因為佢係反，即係其實打鳩 IS 嘅國有份打嘅，於是乎報復啦，大家好清楚。但係最主要就係佢入邊嗰啲即係長久以嚟嘅伊斯蘭移民啦。OK， 有好多㗎，啊500萬咁多。係啦，歐洲最多啊，法國。嗱，最簡單直接就係即係今次發生嘅事，就係話你個政策太過，即係而家啲人拎翻出嚟講啦。譬如話佢對異教徒，你睇頭先嗰個 ISIS 個雜誌就話有兩個異教徒俾佢國家離棄，佢哋係用標榜呢樣嘢。你話呢個宗教，我甚至乎用嗱呢個宗教人啊，聽清楚大家，我講得好小心。
我唔認為呢個宗教嘅人全部都係咁撚賓州嘅，咁撚冇理性嘅。應該咁樣講，呢班人即係我哋成日話，如果將呢樣 ISIS 就等於回教咧，係伊斯蘭教咧，係即係戇居嘅，就即係等於三 K 黨嘅當年嘅美國惡行咧，就等於基督教惡行，又係錯嘅。即係呢啲嘅宗教裏邊極少數極端分子，就利用宗教個名。我諗啊，再簡單啲講啦，應該係。呢一班嗱最白最等慘就係一定係咁樣偏激先能夠你見一直見到嘅，先能夠掌握到嗰個力量啊嘛。即係應該講係最快吸引到一班係啦一人去搏命，吸引嗰班失意嘅人咧。嗱，你見到嗱呢幾日喺法國其實都好多穆斯林咧走出嚟譴責嘅，最撚好笑屌你啦！連嗰啲乜撚嘢屌你咁黑咩？以前嗰啲乜撚鳩嗰啲噏撚到後邊啊，幾個唔係塔利班啊！嗰啲唔知乜鳩咧，都走出嚟譴責埋啊伊斯蘭國喎，好啦好笑喎。咁一當然唔代表佢哋唔贊成呢個恐怖主義啦，只不過伊斯 ISIS 咧係去親家。嗱，其實呢樣嘢咧，我哋上次南秘書訪問K.C. 就好撚熟嘅，因為其實佢入邊咧，如果我哋有研究中東啊，佢入邊係有除咗信尼派同埋集結派之外咧，佢另外十字派之外咧，佢另外全部又係亂撚曬啦，同大家嗰啲利害關係係好撚大，嗰啲我哋唔講，只係話融入社會，嗱法國咧去接收啲難民。OK， 因為法國其實佢都可以叫做移民國家啦，特別係呢幾十年之前就唔係嘅啦。最基本我哋認識嘅移民國家就美國啦，唔使講啦，根本佢就全個國家都係全部係外來移民嚟嘅。咁但係法國咧，其實喺呢幾十年咧，佢係有好多新移民。咁點解咧？其實最主要係殖民地遺留落嚟嘅問題。佢成日覺得咧，法國佬覺得對殖民地以前嗰啲，哎呀，硬係有啲即係唔好意思，有啲 guilty 有啲罪惡感啦。於是乎有啲移民啊，或者有政治難民，佢都收嘅。好啦，嚟到之後，法國有啲人批評嗰啲左膠啊，話點解你唔俾人哋嘅宗教自由？嚇，點解要人哋搣咗塊面紗，即係唔准掛面紗？又點解又要俾學校讀書？有啲左膠竟然話呢個係唔尊重人哋嘅文化喎。OK， 夏家佬，俾你講下點樣唔尊重啊？大佬，你去到人哋國家要我尊重你文化，有冇搞緊錯啊？你嚟到我國家，你跟我國家噶啦，你係白痴左膠，你冇辦法噶。你個係一個移民國家，有幾百萬人都係移民到法國嘅。啲左膠話大愛啊嘛，大佢老母啊，翻屋企瞓覺叫佢。嗱，你好簡單，屌你老尾！嗱，而家所謂咧，佢而家唔係唔俾你讀《可蘭經》啊嘛，唔係唔俾你信啊嘛。大家只不過要求你，譬如話女仔一樣有書讀，呢個係好合理嘅事。唔好戴面紗，呢個係除咗安全啦，因為老老實實講，好簡單，你俾我即係喺個街度行下，突然見到我前面條女屌你老母閪，除咗對眼我睇唔到嘅黑布。喂，如果我係細路仔係狗，我驚啦，啲狗係咬狗去春袋添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老實講，你係要融入你個社會，係啦。OK， 但係事實上你估嗰班人，即係譬如嗰班北非嗰班移民或者嗰班穆斯林移民咧，佢哋成日話自己喺社會上面得到嘅待遇好差，你覺得點樣睇呢樣嘢？你即係得到嘅待遇嘅升職遷職位啊嗰樣嘢？我諗全世界對一啲非我族類嗰啲人咧，係咪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呢？其實好老實講啊，我哋今日你做老細，一個菲律賓，一個摩羅差，一個香港人，你請邊鳩個？你問自己先啦。屌你老，你啲全世界都會有。屌你唔好話喐啲人話嚟歧視你啦。屌一嗱，老實講，真係全世界都有。但係你離開你自己嘅國家，因為有生命危險或者各樣嘢，你嚟到你就要。憑住自己的力量去打出一片天，咁結果喺法國嗱，我唔知啊，你估有冇新移民憑藉自己嘅努力，結果打出一片天，能夠名成利就？喂，起碼我哋識得個斯丹啦，咪咯，斯丹都係穆斯林嚟噶，阿爾巴尼亞人嚟噶，唔係阿爾及利亞，阿爾及利亞人嚟噶，屌你老尾喺北非移民，好啦，你就唔能夠因為咁樣嘅不滿。你就覺得個國人哋對我唔好，於是乎你就可以去發脾氣，做一啲然後再引光上線，做一啲係人都譴責嘅行為，不過都情有可原。人窮可以打劫銀行，屌你老母！呢叫大愛左膠，真係戇撚鳩鳩嘅。嗱，對住呢啲咁嘅冚家產咧 ，ISIS 呢啲咁嘅撚樣咧，
唔撚使講嘅。老實講，報亦報，我亦都睇誒，諗唔到咩辦法，即係去解決嘅，就一定係殺。殺完之後會唔會繼續升級？我同你講會，因為一個 ISIS 咧出嚟咧，即係死咗咧，有第二個噶啦。唔緊要。OK， 亦都有第二個繼續利用呢個宗教同埋佢嗰邊嘅苦民族苦難咧，佢會享受佢得到佢嘅利益咧。起碼我而家同你講 ISIS 即係嗰班阿頭咧，我諗萬萬男女啊乜諗都齊啦，一定啦。你班撚樣去死啊嘛，唔撚到我去死啊？咁啊，梗係啦。嗱，你哋唔緊要嗱，你死咗咧，有72個處女，我而家呢度72個先。嗱，不過我而家就已經請緊72個啦，36個先啦，而家。嗱，但係你唔使羨慕我，只要你一。聖戰一死，屌你老母！幫我一倍，72個，屌你老母！呢個同你擔，我同你舐，你幾撚開心？屌你老母，就係咁好啦。問題就係你自己唔去融入啊嘛，即係嗱呢樣嘢咧，係我希望咧，法國嘅朋友希望聽到咧。其實每一個人把嗱呢個情形就係香港啦。屌你老母！呢班新移民未諗到，嚇覺得唔點解你唔講國語？好啦，然後但係我哋比我哋比法國個情況仲差喎。屌你咁啊！法國嘅政府都可能會即係兩邊睇下啦。香港嘅政府係幫緊曬佢哋，即係慢慢慢慢咧，我哋咧係會成為被排擠嘅少數人噶啦。文化明明我哋本身有嘅文化同埋對社會嘅睇法，又對一啲信念嘅，唔好話優越啦，真係優越啦。咁啊，以後都要講廢話。屌你！即係屌你乜？你要扭轉我哋去就佢哋。你扭轉冇撚所謂啊！你個理由好撚白撚痴啊！你好似而家話普教中啊！屌你老母，我真係諗幾諗明啦！中文我唔係差噶啦！屌你老母，你有乜理由用匪語唔係用我個母語教就中文會好先得噶？屌你老尾，唔撚該你講國語嗰班人，你讀唐詩宋詞古文俾我聽。呢啲係多撚嘢啫，係擦鞋嘅啫。咁如果用普通話先教得好中文啊？咁以前嗰啲咩黃沾、鄭國光同埋我哋十四海啊，就唔撚識字啦，係嘛？多撚嘢。咁又仲有喎，你又唔見得大陸？我成日上網睇，我又唔見得大陸嗰啲撚樣網民寫得好得好嘅中文喎。好撚屎啊！好啦，咁啊最撚過癮啦，就係屌你老母！上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六啦，即係爆炸後一日啦，阿習近平咧就去出席呢個即咩 G20 啊嗰個峰會咧，見到土耳其個總統叫乜撚嘢名啊？埃爾多安。埃爾多安，咁啊又話令到大家提譴責暴力啊呢樣嗰樣啊點樣點樣啊阿姐阿座啊，咁就屌你老母！但係大家要搞清楚咧，好土耳其咧同東特嗰個即係。其實就你唔係啊！我唔好講佢同東特先。呢、這個埃爾多安咧，其實幾番發言啊，就係撐鳩疆即係新疆嗰班東特嘅，一東特嘅。因為點解咧？譬如中共鎮壓佢哋，佢係用中共屠殺，係即係用呢啲字眼嘅。而事實上亦都係啊。OK， 咁好啦。屌你老母！最撚好笑就係呢頭影完相握完手咧，嗰頭咧阿埃爾多安咧。就撤銷咗咧同中國訂購飛彈嘅合約啊，係啊，諗嚟諗譜啊，咁啊屌你諗乜都合理嘅，大家就受於佢啊，受於唔係佢有個道理嘅，就係話喺歐盟嗰邊咧，啲人話咧，如果你買嗰啲我哋嘅戰略性部署咧，中國啲飛彈同埋啲武器咧，未必可以即係夾到我哋嗰啲利用。你知啦，任何嘢你冇諗到武器嗰啲好多複雜先，即係我哋每一樣嘅嘢都有個制式噶嘛。係咯，屌你老母！你大陸嗰啲嘢冚家產，調兩轉咗，就算射翻轉頭點？整粒螺絲啊！我哋明明人哋全世界，屌你老母係順時針嘅，係順時針嘅，佢逆時針嘅，唔係佢入唔撚到啦！屌你老母係，你大陸啲嘢，所以咧阿習近平佢真係好戇鳩，周圍派錢，屌你老母係，喂埃爾多安見到你個咁撚大條水魚，屌你梗係呃走啦，一齊屌你反恐，屌轉頭呢頭下晝佢就走撚咗啦！我而家講多幾句就係關於香港會唔會出現呢、這個。恐怖主義假如出現恐怖主義咧，嗱香港係有機會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大陸咁樣嚟搞新疆西藏，我就唔驚嘅。咁我嗰班疆獨分子咧，如果學埋啲嘢咧，咦有料到喎！屌你，我死一個，起碼攬佢40個，好似而家呢班聖戰友咁樣嘛。咁我會選擇邊幾個咧？阿客家佬都係不離呢個北京啦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香港。OK， 即係因為佢哋心目中真係覺得一國噶嘛，佢哋覺得啊。咁咧我就諗過，屌你老母閪！如果係咁咧，以後梁振英話，即係星期六走出嚟，佢話，本港我哋嘅保安咧一齊係好嚴密嘅。屌你老母，我哋對呢個咁撚嘢講得埋一嚿閪話，但係我哋當然知道，絕對唔係啦，絕對係自出自入噶啦。香港講真，屌你老母臭閪！只要話我哋唔好話咩啦，我譬如客家佬拖住高爾夫球台入邊，你試下擺7條紅萬，擺八支酒，哇行啊行！屌你老母！咁如果個唔係7條紅萬八支酒咧，咁啊點撚樣咧 ？OK，
炸藥。OK， 嗱，仲有四通八達咧，你海島、海上面都得噶。佢只有一個情況，就係、是、令我哋安全啦，就係、是、佢覺得香港唔屬於中國。咁如果要佢哋令到佢哋覺得香港唔屬於中國咧，咁我哋呢班維護靠我哋啦，維護香港嘅人咧，真係靠我哋啦。首先我而家正式委任，雖然佢已經唔聽我講，未必聽我講啦。有條女，美國隊長，以後唔可以再舉英國旗啦。你應該要切合翻你嘅身份舉美國旗。咁跟住我哋係連世萬國旗，乜撚都舉。屌你，總言之就係要激，就係唔撚舉中國旗，就係要話俾。屌啲東特嘅朋友聽，東特嘅朋友堅啦，嗰鑊雪乾就乾咁，唔同中共嘅大佬嗱，你要炸就最好唔好啦，咁撚暴力嘅事炸真係要炸，東正何以北你就唔好炸鳩我哋，喂我哋真係唔撚關事，一行啦，我哋行撚過啫，我哋無辜，係咪先？同佢唔撚熟，真係無辜嘅大佬，我哋日日屌中共嘅 ，OK， 好下一節翻嚟再講。犀利你有幾高貴？講低俗，我哋稱低。犀利你有几高贵，讲低俗我哋巴闭。有理无理做你自己，低俗频道我低俗，但我舒服。